Hey, 大家好，我是易家，欢迎大家回到 Hypernova Server。没错，这段是一段360度影片。如果你还未知是什么的话，试试揈一揈手机或者在你电脑上面左上角那四个箭嘴喐一喐，你就会发觉这段影片你可以自由转换角度的了。咁呢個咧就係我啱啱喺 Minecraft Replay Mode 上面發現一個咁正嘅功能，可以俾我哋喺 Minecraft 裏面製作呢個型嘅影片啦。咁之後我就趁喺 Hypernova Season 1完結之前咧，咁啊整一整呢段嘅 Server Tour 俾大家。希望大家中意呢段影片啦。咁個影片亦都就嚟開始噶啦，記得使用翻手機上面嘅 YouTube App 或者電腦上面最新版嘅 Google Chrome 嚟收睇啊！咁就係咁多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如果中意嘅話，記得留個 like 啊！我哋下一次翻到嚟下段影片再見啦～